6月28日，林心如的工作室晒出她到达上海机场的视频。视频中，林心如打扮朴素，穿露脐装加阔腿牛仔裤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网友惊讶她的小腹，一点也不像生过孩子，果然还是明星会保养。虽然看起来衣着简单，但有眼尖的网友发现，林心如这一身得有人民币20万。首先，手上的手表就价值不菲，高达11.6万，将近12万的价格。其次，身上背的香奈儿包包也价值5万元，上衣与帽子也都是奢侈品。据了解，林心如此次飞大陆是为了拍摄广告。众所周知，前段时间她的老公霍建华也在内地复出，两口子算是齐聚内地了。如今林心如的演艺事业主要还是集中在台湾省，但最近这段时间，台湾省娱乐圈频频地震，综艺电视都陷入停滞。林心如在这个时间点选择回内地发展，除了拍摄广告，是否还会有其他安排呢？大家拭目以待吧。